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精英录》。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蔡其昌、蔡立伟。刚刚其实我们都有谈到说委员的一些心路历程，跟我们比较现在要推动的一些政策面的东西。但是其实委员有提出一个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讶的事情，就是委员您希望可以迁都哦。对，这是一个很大规模，可能影响到整个台湾的政局发展啊，甚至是地方产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决策。哎，对，怎么会有这样的决心跟魄力来推动这一个？其实讲迁都哦，过去很多人有提到。对，其实我在当第六届立委的时候，我就已经提过这个案子。嗯。那其实我觉得主要原因很简单的，迁都哦，工程的确浩大，但是非常之大，对，工程很浩大，但是不是了不起的事情啊？嗯，为什么？全世界双核心的地方太多了，像日本，这是在那个三一福岛之后，他们也是把我们东京再移出来嘛，对不对？对对，那不讲日本嘛，你看美国，那个政治中心在华盛顿 DC。但是经济中心在纽约，嗯，对，这两个就很多国家都是一样嘛，不相违背。政治中心跟经济中心是分开的，中国政治中心在北京，经济中心在上海，对，所以那是两个城市，你说哪一个好，哪一个大，很难断定，它本来都很重要，不要讲什么，这是其他国家，你看像越南，对不对？在河内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在胡志明。對，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我刚刚讲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是大工程，但无需大惊小怪。但是其实这样的概念在台湾来讲应该是首创，你知道吗？对，就是其实很少，之前可能在您之前并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构思或是这样子的想法。那因为我们都集中嘛，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北部嘛。对，台北哦，随便拍一个广告，我们地方哦，哇，这个可能要这个一年的预算的这个儿童的营养午餐就没了，或是经费什么的，对，资源分配太不平均了。对，台北市哦，太饱，太。已经太拥挤、太饱满了。对，那台北市，你看都市拥挤，土地贵，什么都拥挤。然后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类似像这个福岛的这个事情，对，这个对于整个安全的问题上面，其实这个都是问题，也是一个蛮大的隐忧。大台北都是隐忧，都是问题。嗯，所以我们要让首都减压了。嗯，我们不能让台湾的首都哈，老是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压力。哦，政治中心也在那里，经济中心也在那里。对。首都不减压，区域啊不平衡的现象就会越来越严重。对，区域不平衡越来越严重，我们的这个区域之间的发展落差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对台湾整体来讲并不好，这对来讲整体发展也并不有利。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想法概念上面，首都减压是很重要的。对，好，但是你看为什么我又提到大台中？不是因为我是台中人，所以我就提大台中。当然有人说啊，你台中人都能希望迁去了。对，但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大台中。第一个位置适中，对，它要到南到北，台中就方便，刚好路程都不会太远，都很方便。第二个，我们大台中过去从省政府、省议会，甚至到我们高铁站附近的成功岭，对，这个都是闲置土地啊，对，甚至很多叫做闲置厅舍，而且服务院其实还蛮大的，对，我们有充足的面积，这面积不是在山里面哦，对对对，都在我们离高铁站不很远的地方，而且交通其实还给蛮便利的，都很便利。你说在雾峰就好，雾峰也是啊，国道三号，国道三号接过来就接74号就可以到高铁站，所以它其实都是交通很便捷的地方。我们有那么多的好的地方，位置适中，气候宜人。我们南北来讲，我们气候是最适中的。对，然后都市的这个人口数，跟面积来比较，我们还没有到像台北这么饱和。所以我说，大台中站在整体，我们不要有区位本位主义的角度，就实际面来谈。对，台中是最适合做首都的地方，做这个政治中心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台北不会没落，台北继续当它的经济中心。对，因为这个角色已经不会改变，因为发展的方向跟立场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们把经济中心继续留在台北市，对，但是把政治中心移过来台中，我认为这个对平衡整体的区域发展，我认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当时在第六届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个想法，对，我就提了这个构想。那当然每一次讲，但是过去有人提，但是一直做不到。但是我不会因为做不到我就不讲了啦，我还是这一届当选，我第八届还是继续讲，还是蛮坚持这一点，因为你觉得它有其必要性嘛，对不对？对。那我常常在讲说，譬如说那。这个首都，这个所谓的政治中心还没有办法移到台中来之前，譬如说我们可以先立院先行，我也在立法院提案过，就这一次这个会期我也提案过，就是说先把立院迁到
比如说高铁站的特定区啦，先来试看看这样。对，迁到就是高铁这个地方，高铁周边、旁边那个空地的部分，对，先把立法院迁到这里来。嗯，那立法院迁到这里，南北要来开会的人都非常方便。对啊，真的，下高铁就到了。对，也不用走很远什么。那这个立法院要来备询，基本上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台中、台北站、台北火车站附近，政府所在地都在那里，所以他们只要到火车站，直接就搭高铁50分钟就到了。对。那所以也不是说啊、要这个非常远、啊，对对对，要走了一个两个小时，50分钟就到高铁站。嗯，所以是不是可以从立法院优先来做起？那特别是我们现在台北的立法院，讲实在话，它太小，拥挤。对。哦，嗯、那个地点那个并不好。那台中不敷使用的啦。对，这个面高铁站附近面积很大嘛，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个立法院先行，对，先试看看，对，迁都台中啊，立院先行，就立院先过来看看。对，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目标构想了，但是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应该要这样来推动，对台湾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对，那回到大台中的角度来讲，嗯，其实我们大台中需要新的元素进来，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一个美丽，我们是一个有本钱，对，我们是一个尚未琢磨，我们现在是璞玉啦。嗯，但是我相信未来假以时日，只要资源够，只要我们有新的这个机会，类似像如果说政治中心愿意迁过来，其实大台中整体的发展，它是很有帮助、很有利的。而且台中它是一个集宠爱于一身的地方，你看它有都市型的区域，然后有乡村型的，然后各种都有，所以它等于是集合了台北跟高雄所有的资源都在这边。所以其实移到台中来，不管是对整个中部地区，甚至是对整个台湾都是受惠的嘛。对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哦，像我们刚刚节目到现在进行那么久，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说，哇，你很极力在推动很多的事物，而且说出来了就去做，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展望，还是说新的看法呢？其实这样啊，就是说做一个民代，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人民的心声啊做一个反应了。那其实刚刚我们从一路我的心路从政的心路历程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我也提出我做一个政治人物应该对我们地方上的一些看法。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民代的责任，但是民代的问题在于说民代只能监督啦。民代只能提一些构想，然后要求政府来做，但事实上要跟到具体去规划实施，基本上它还有一段的距离跟落差。那所以，但是做一个，我觉得就是说我现在在这个职位上面，我只能就不断，比如说你不做，我就去骂你啦。其实我不大喜欢骂人，因为常常看到我在电视上哦呲牙咧嘴，底下骂人哦骂管。时势所逼啦。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这样做，我愧对于选民对我的托付。所以等于是另类基层民众的发言人。对，那事实上我其实和蔼可亲啦，我不安。真的，这个我可以作证。我点心让你派啊，但是我都要的，因为当立委这个角色，我就要做这样的事情。尽到监督的责任。要监督责任。所以你不做我就骂你。你要是该做的事情你官员不做，你怠惰，然后你做不对，那我做民代，我是监督你的人，人民赋予我权力来监督你，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扮演好这个角色，嗯，所以刚刚主持人问我到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展望，对，其实我不敢说有什么样大的展望，因为毕竟我是一个立法委员，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我刚刚跟大家提到，我把我的构思，把我做一个政治人物，我对整体国家的发展，到一个都市的发展，到我的选区选民的期待。我把我的构思想法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同时我也努力的去督促政府来做到这些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觉得被做结礼炮一晚你该有的这种承担也好，或者该努力的方向也好，就在这个地方。那当然其实国事如马啦，真的国事如马，所以有很多的面向上，从中央的议题大家关心的油电涨价的事情，大家关心的到底这个莱克多巴胺吃太多会安怎呗？对哦，啊，这个都是大家民生议题，这很重要。那这些议题我们不就是持续的监督，持续的讲，我们要讲到让这个执政者就像苍蝇一样哦，整天在耳朵旁边一直对一直吵他，为什么？因为你是不断的去吵他，提醒他，对，告诉他才能够去随时想到人民的想法是什么，人民的期待是什么，有点传达民意的部分就对了。其实这样一整集录下，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其实我很少遇到民意代表是这么言出必行的。所以像委员他其实有提到一些政策面，他真的是实际有在做。可能像刚刚我们提到迁都的部分，虽然说比较困难，但他还是有努力在推行。所以我相信啊，台湾啊有这样的好立委之下，我们的台湾的未来指日可待。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委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谢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谢谢，谢谢大家。委员，谢谢。